传递资讯，分享心情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中国古代丧葬制度中有一种特别恐怖的存在，那就是人殉制度。他们认为人死后便会进入另一个世界，为了能有人在那边伺候，便强迫奴隶或者是家中的机械进行殉葬。2007年的江西靖安，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座埋藏了2500多年的董州古墓。这座并不豪华的墓室却有47具棺木。考古人员将47具棺木悉数打开后，发现里面竟有46具是殉葬的女尸。这些女尸多数是头东脚西、仰身直肢，少数是侧身屈肢。最令人感到愤怒的是，这些女尸身上竟然不着寸缕，一看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殉葬的。经过对残骸的检验，专家们得知这群女尸的年龄大致在15岁到25岁之间。结合关中出土的木质纺织工具和陶纺轮等文物推断，她们应该是墓主家中的纺织女工。后来，考古队又在棺木中发现了上百颗相同类型的瓜子，拿去一化验，果然有毒。难怪这些女尸的身体表面都有一层绿色的结晶体，原来是墓主人为了让众人乖乖殉葬，哄骗他们吃了毒瓜子，其手段之毒辣令人胆寒。那如此规模的墓葬，它的主人又是谁呢？据考古专家推断，很有可能是末代徐王。徐王在西周时曾经是东夷部落中最大的国家。公元前512年，徐国被吴国所灭。虽然他曾经是国王，但让这么多的花季少女殉葬也是太不人道了。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